有之后，大家需要准备哪些材料？那呃，首先我们就先开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先跟大家提到一下什么是 PSW。PSW 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缩写，那全名叫做 p o s t s t u d Work Visa。 那这个的话是在呃英国，其实，在二零一二年的时候就取消了这个签证。那在这个签证取消了之后呢，其实对于英国的经济还有英国的高等教育行业有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那么英国政府也因为正识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今年正式公布他们要再度恢复这一个 PSW 的签证。那么 PSW 呢，就是呃就是两年的签证。 那可以让大家在毕业之后，呃，在英国工作两年，那两年之内呢，你是可以在呃任何工作领域去工作的，那是没有呃任何工作类型的限制，所以说不管你是想要做呃金融啊，然后 marketing 啊，或者是 media，那不管是全职还是兼职的工作都是可以的，那。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截屏，这张截屏是呃，Janet 在英国政府官网，就是 Home Office 上面截下来的评论。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他们其中一个新闻发布，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细节。呃，它里面是说。 In a major boost for Chinese students, the UK government has today announced a new 2 years post-study work visa, transforming how talent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able to build successful careers in the UK. 那么他们其实这个政策也是很大一部分。So, 想要呃留住更多高技术人才，尤其是中国学生跟亚洲学生，因为每年在英国的留学生数量也是占一个很大的比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政策其实欢迎非常欢迎大家，那也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那简单介绍完什么是 PSW 了之后呢，那我就要开始讲 PSW 适用的条件具体有哪一些。那以下列出这五个重点。 那么，现在因为英国政府才刚刚公布这个法规，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收到最新的一个消息。那详细之后的一个情况，呃，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之后的一些变动，什么都可以在之后关注我们。但是，这是我们现在确定，呃，已经公布的一个适用条件。第一个适用的学历，它需要呃本科以上的学历。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来英国念呃本科啊、研究生、博士。 都是可以适用的，它上面写说要呃 RQF Level 六以上的级别，那 RQF 叫做。 regulated qualification framework，也就是说，一般正规的呃教育的机构，那会给你发 T f 签证的正式的教育机构才有办法符合这个学历的标准。那因为是正式学历，所以有一些人如果只是读短期的一些语言学校啊，或者是呃只是来上几个月的课程，是不适用在 P s W 的这个学历的条件里面的，所以必须。 本科、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生，在正式的呃 education 的机构里面。那第二个呢，它不需要大学进行签证的担保，也就是说，在你之后申请 PSW 的时候，它是不需要任何大学帮你做这个资格的担保。你想申请，你是可以自行拥有这个资格的。那第三点呢，呃，签证没有人数限制跟专业的限制，因为。 呃，在前几年，大家都会听说英国的工作签非常的难拿，是因为英国政府它每一个月都有工作签的配额。那这个 PSW 的好处是呢，英国政府它没有这个人数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所有的留学生都想要申请这个 PSW，是被允许的，那也没有任何专业限制，不管你是读什么科系，未来想要申请任何的工作都是可以的。那第三个呢？呃，第四个。 再来，呃，大家也是最关心的，PSW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那他们官网上已经确定发出这个确认了，它是适用于二零二一年夏天之后毕业的学生使用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去看你什么时候入学的，它是看你毕业的时间。这个呃规定也可以适用在今年还在念本科或者是两年的 Master。 那甚至也在读博的一些学生，你只要是二零二一年夏天之后毕业的学生，都是可以申请的。那么，呃，最后一点，申请时需要持有呃学生签，然后呃有效的签证。也就是说呢，嗯、呃，比如说。 如果你在申请 PSW 的时候，你的学生签已经过期了，那你就没有办法符合这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你在申请的时候，在必须在学生签的有效期间。那所以大家之后呃要来读书的，或者是现在现在还在读书的学生，要特别注意这个时间段。那底下我有看到呃有人在留言，他说，嗯、呃，请问一下，假如，嗯、呃。 第四点，假如延期毕业再续签证的话，能续用 PSW 吗？比如说重修到二零二一年才能毕业，嗯，基本上因为英国政府它只是先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这个条件，那如果是呃延后毕业的话，这一点基本上还没有明确的细节出来，那这个必须要等英国政府有详细的细节出来，然后呃具体去说每一个条件什么样是符合之后。 才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好，谢谢这个学生的一个问题。那之后大家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随时在对话框里面呃问答，因为人数比较多，所以说我会选几个比较代表性的问题，在讲座期间跟讲座结束的时候都会留给大家一些问问题的时间。 好，那再来呃讲到 PSW 条件结束了之后呢，那么很多人都会问说，那 PSW 让我在英国工作两年，那在英国工作之后对我有什么好处？那因为呃今天线上也有大概二十个学生，所以我也想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呃大家在 PSW 结束之后，在英国完成学业。 大家是想要去呃哪个地方工作？那大家可以选一下，比如说有人是想回国的，或者是想要回亚洲工作的，那另外一部分的人可能呃会想要留在英国工作，那还有可能呃其他人会想要去欧洲其他国家啊，或者是呃还没有决定的一些学生可以选择第三个 o R d e r 那我给大家呃三十秒的时间作答，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在座各位。 毕业之后，呃的一些计划是什么？OK，我已经看到很多人在投票了，然后还有几位还没有投的同学，然后呃可以选一下这三个之中，大家是比较呃倾向去哪里呢？中国、呃英国还是其他地方？ 然后再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呃，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OK。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呃，分享一下大家的一个投票的结果。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在 P4W 结束之后是想要继续待在英国工作的。那么，呃，那。 没有人选要回国，或者是呃，可能就要回亚洲。那少部分的人还不太确定之后未来计划，或者是想要去其他的国家。那所以这个答案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参考。那么呃，回到刚刚的 slide，所以说大家问说 PSG 两年之后对我未来有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因为其实嗯、呃，一般学生不外乎就是之后可能会想回国。那当然，大家计划可能随时在变。 那有些人是想要留英，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是回国或者是留英，对大家未来可能会有什么好处？两年之后，先说如果是想要呃回国的同学好了，如果说 P 四 W 结束之后，觉得可能还是想回国发展，那这样子之后对于大家未来会有什么影响？ 第一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呃我整理下来的教育部公布统计的，在二零一八年之前，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留学生每一年的数量都是一直呈直线攀升的，比如说从二零一八年已经比十年前高了大约呃三倍左右的一个数量，那么去年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呃的数量已经达到六十六点二一万人了。 也就是说，每年出国留学生其实数量一直在直线增加。那么以前觉得出国的话可以呃刷个学历啊，然后可以镀个金，但是以现在这么留学生的数量这么多的情况之下，未来海归的学生其实面临到竞争会更激烈，那么出国的含金量其实也会越来越激烈，然后也会变得比较低。那么 但是虽然说他们留学生的数量每年都是一直在破新高的，但是总体来说呢，海归回国的薪资其实都是有正面的影响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简单的统计，呃，如果海归回去之后工资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大概是占十五点五 percent 左右；那么工资增加二十到五十 percent 的区间的话，大约是占了三十二点五 percent 左右。 那么工资可能涨可能二十 percent 以内的话，的占了大约是三十一点四 percent 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把这三个数字相加，百分之八十二点四的海归，其实在回国之后工资都是有正面的影响的，所以基本上在这边出国的话，对大家来说还是有正面影响。那么到底影响有多大呢？就得看到下一张图。那么这个。 是海归海外工作经验的一个图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在以前大家都会认为来英国念书跟其他的国家相比，比如说美国啊、硕呃、澳洲啊、加拿大，因为他们其他国家的硕士可能都是两年制，那英国相对来说只有一年的硕士生，那么大家很多人会认为说，在英国一年就直接回国。 说实话，英国硕士的含金量跟其他国家相比可能没有这么高，所以大家可能也会担心来英国出过一年就回去，其实没有任何的海外工作经验的话，竞争是比较低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所以说在这张图里面，如果大家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就回国的话，嗯、呃，大概以前海归这个数量大概是占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有半年工作经验以下再回。 我的海归大概是占了百分之十五左右，那么半年到一年工作经验呢，也大概是百分之十七十八 percent 左右。那一到三年以下呢，大约呃是差不多呃二十五 percent 之间。那么呃三年三到六年还有六年以上，基本上算是在少数的部分。也就是说，大家重点看一下一到三年以下的这个工作经验区间。 如果大家在 PSW 有好好利用到这个机会的话，那大家就会落在这个一到三年工作经验这个区间值。那也就是说，大家会占这些海归的工作经验，这个金字塔顶端的百分之二十。所以，当大家累积这两年工作经验的时候，跟所有的海归比起来，等于你们是站在那呃前百分之二十的，那会帮大家增加到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力，在国内找工作的时候。 好，那因为刚刚选的人大部分都是想要在英国呃继续工作的嘛，所以大部分的人是选我是想要继续留英的。那今天就想跟大家再说一下，那如果 PSW 结束之后你是选择则在英国工作的话，那对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好处？那以下列到几点，第一个。 因为如果在呃 P S W 期间，你有这个时间段，你先去英国有累积一些实习经验，那在英国当地的呃公司工作的话，基本上，呃最明显的就是你可以提升上英语的部分。因为说实话，一年的硕士比较短，你能呃进步到的一个英语的水平也是比较有限。那如果两年之后的话呢，基本上英语的能力可以有大大的提升。 那你也可以更了解说英国他们公司的一些企业文化，那更融入英国的生活，还有说他们之后的一些企业运作等等的，那会对你自身能力的提升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大家都有听说，呃，PSW 它是不能够延签的。刚刚在先时候有提到，那既然 PSW 不能延签的话，那结束之后呢，大家是需要申请 t i t o 就是正式工作签的。 那正式工作签的话，它是有一定的工资要求，所以说在累积过两年的工作经验以后呢，相对来说，这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捷径，因为当大家履历有更多的经验，那你要去达到呃 Tier t 工作签的要求，基本上是势在必得，也不会到呃要求太高。那因为在英国现在来说的话。 你如果是学生签，你要拿到正式工作签，现在平均工资需要满两万零八百英镑一年。那当大家在英国累积到两年工作经验以后呢？说实话，要拿到两万零八百英镑的工作一年，其实并不是太困难的。所以这会来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跳板，也是一个拿到工作签之后，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渠道。那再来，呃。 英国工作签拿五年之后是可以拿到 permanent residency 的，permanent residency，呃，这个俗称叫做永居，就是永久居留权。那当大家五年之后拿到这个永久居留权的话，就是呃，可以合法待在英国的，那可也不需要任英国的公司在帮你做任何的担保。 那你就可以呃，未来在职业的选择上面，还有在英国未来的生活上面，其实都是跟当地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五年之后，相对来说也会帮大家拓展到更多的一个机会跟选择去。那么，呃，再来，如果是呃刚刚跟大家分析完，如果你是要回国或者是留英，在之后的发展会有什么好处之后。 那今天还有一部分的学生可能会问我说，呃，因为我今年已经是要毕业的学生了，或者我明年明年就要毕业了，那如果我的毕业时间没有办法赶在二零二一年的夏天之前，那我怎么办呢？那基本上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有几个选项，第一个，如果你的签证时间没有办法在呃二零二一年夏天呃到期之后，然后申请这个 PSW 的话。 第一个，你可以申请英国的正式工作签，就是呃刚刚提到这个 Tier Two，但是大家也知道，现在英国的工作签其实要申请的话难度还蛮高的，因为他们需要有呃英国的公司有这个资质的担保，那还有一些呃工资的一些要求很，还有很长的一个呃手续等等的，所以相对来说，现在你要直接拿工作签，可能有些人还要卡在他的学生签可能要到期，申请时间比较紧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建议大家可能可以再申请一个二硕。那那这个时候就我们就可以带到今天的第二个主题：英国硕士申请一个时间轴。那今天也有很多学生是可能大三啊，或者是他现在是呃硕士，那现在想要再申请第二个硕士怎么办呢？基本上申请二硕的话，跟你申请一硕，它整个的时间轴跟要准备的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相似的。 那今天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间轴，我们第一个一个看吧。第一个九月以前，那九月以前的话，主要是前期准备，所以在这段期间呢，你是需要去了解英国的学校，然后去准备你的雅思，然后去定位说你大概要申请哪个学校的一个区间。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选择一些留学机构跟留学代办，找好你的顾问老师去做一个咨询，那做一些前期资料的准备。那么第二个部分。 九月到十二月的时候是申请的高峰期，那我们今天讲座已经是十一月六号了。虽然说九月到十一、十二月是呃申请的高峰期，但是其实英国学校在七月到十一月的时候都已经陆续开放让大家申请了，也就是十一月份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时间，其实已经是高峰期的最呃。 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那在这个尾巴的期间，如果大家还没有准备好资料申请的话，可能呃要尽快去准备了。那么，因为像我们 I E C 的话，每一周都会有学校的招生官来我们公司做一些培训，跟我们交流。那这些学校招生官就们跟我反映到说，今年因为 P S W 政策的关系，今年留学生的申请量是历年破新高的。 那么学校也收到非常多的 application，所以他们跟我们估计，一间学校跟去年比起来还没有做到最后的统计，但他们初步估计的话，今年跟去年比起来，申请大概增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左左右。那所以现在可能还在等 offer 的学生就会发现，今年好像发 offer 比较慢，或者是可能很多学校要求都提高了，这也是因为 PSW 的关系。那么。 甚至还有一些学校，它比往年的 deadline 还要再提早一个月关闭。那么申请学校的时候，他们都是采先到先得的一个呃政策，也就是说，可能他们没有没有明确 deadline，他们只要有嗯嗯、呃呃，比如说足够的申请人的话，他们就会立刻关闭申请。那所以这个申请硕士的时间段，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好，越早申请的话是越好。那呃，这个是九月到十二月的部分。 那再来看到一到四月的这个时候是收到 offer 的阶段，那明年的一到四月份的时候，可能很多学生都已经收到 offer 了。那么 offer 要分成两种，conditional 跟 unconditional。unconditional offer 的话，就是你已经达到雅思雅思成金，明年九月份的时候，你是可以直接去入职的，呃，入学的。那呃，再来，另外一种是 conditional offer 的话，学校会要求你要呃。 达到其中一个雅思的成绩，然后当你达到之后，明年九月份才能正式的入学。那在一到四月份的这个期间呢，如果已经拿到理想 offer 的学生，你觉得你的学校已经给你 offer 的话，你也不想再申请，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去交呃押金，然后就准备出国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是拿到呃 c o n d i t i o n offer，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 准备雅思等等的，那或者是有一些学生没有收到心仪学校 offer，或者是被拒的情况之下，明年的一到四月份，你还可以再赶快补申请别的学校，因为这个时候学校可能还有一批的补招。那再来四到六月份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时候应该要已经尘埃落定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应该有一些心仪的学校。 你是要去哪一个呃学校的？那这个时候你要赶快去交押金，然后保留这个位置。那如果到明年四到六月份你还没有考到雅思的话，这个时候你就要赶紧订语言学校了，看是要订六周啊还是十周，有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标准。那。 七到八月份呢，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换 CAS、啊、办签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准备签证啊。那很多呃，在英国的话都需要体检，所以有肺结核的这个筛检，大家都要预留时间，呃，去做这个准备。那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开始准备订机票啊，然后住宿啊，或者是接机这个部分。那所以这个是英国硕士整个申请的时间轴。那再来呃。 英国硕士要申请的材料，基本上大概列出这几点。那每一个专业可能需要的东西，呃，会有大同小异，不太一样。但是大部分来说，呃，这些材料是最常见的。第一个，你的在读证明。如果你现在是呃国内大四或者是英国大三的学生，你需要有这个在读证明。那再来，你需要有雅思成绩单。那还有你的个人的护照。 那还有需要你呃有学校教务处盖章的成绩单，那这个必须要换成英文版，而且必须要有学校正式的盖章。那再来，你还需要准备个人陈述，就是呃 P.S. 全名叫做 Personal Statement。那么还有你的个人简历叫做 CV。那呃还有两到三封的推荐信。 那国内老师的话是可以用的，所以这个时候，呃，你也可以去联系一下，之后哪个国内老师可以帮你写这个推荐信的部分。那有一些学生如果有一些实习啊，或者是其他获奖的奖状证明的话，这个呃都可以变成其他补充的资料，可以帮助学校在呃做决定的时候有一些加分的作用。那么，以上。 就是今天大概提到的 PSW 的一个情况，还有英国硕士需要准备的，呃，时间呢、啊、跟材料等等的。那我在这边看到很多人已经有问非常多的问题。那现在讲座到最后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做一个提问。那在在大家打。 问题的期间呢，呃，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大家之后可以关注我们官方的微博，还有微信公众号，那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如果说，呃，今天讲座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或者是你有些个人的问题，关于 PSW 或者是英国申请学校的问题的话，都欢迎跟我们联系。那，呃，我现在有看到，呃，Vivian 问的，Vivian 说，呃，如果硕士申请两年的是 part time 可以算吗？ 嗯，基本上他现在目前规定的话，应该是要 f o u r time 的学位才可以的，part time 不见得能适用。但是 again，我刚刚有说过，英国他们现在只是公布大概的一个呃条件，那具体的话还要等英国的官方再公布更详细的说明。但是我们目前呃估计他应该是要 f o u r time 的学位。嗯，那再来呃。 英国的学位是否要提供雅思语言的证明？那也要看学校的规定。如果说你的本科是在英国的话，那有一些学校可以免雅思，但是如果说你可能还要申请更高的、更好的一些学历的话，那英国可能也会需要你再考一次雅思的成绩。嗯，再来还有人问到说，呃，gap 生对于。 呃、uh,，gap 生对于应届生申请会因为 PSW 被拒的几率高嘛？gap 生申请，呃、uh,，你是说你现在已经毕业了，然后你想要 gap 一年，然后再去读研嘛？我不太懂你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说你是 gap 一年，然后再申请一个硕士的话，基本上，呃、uh,。 应该不会被拒签，只要说像呃，如果你是申请恶硕啊，或者是你要读 master，呃，学校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定，比如说你要读以前呃专业相关啊，或者是你有几 percent 的 module 是不能重复的，这个细节的部分可能需要麻烦你联系一下我们，因为我没有深入了解你的情况，我没有办法给你详细的一个说明，所以我鼓励你之后你可以加我们微信或者是呃微博，然后私信给我们。 呃，什么时候宣布呢？你说呃一些细节的部分嘛，因为基本上他们已经确认是明年，呃，在他们现在已经是说是二零二一年夏天之后毕业学生是可以适用的，也就是如果你是明年入学的 Master 学生的话，呃，明年开始呃入学的基本上是可以适用的。那具体这个详细的公告的话，我们再需要再呃关注英国政府官网的一个呃公告。 所以他们已经确认会有这个 PSW 有实施，是细节部分我们还在等。好，然后那呃还有一个学生说，呃，毕业后即可有吗？所有的专业都适用吗？是这样的，没有错。呃，刚刚有说到这个 PSW 它是不需要大学做担保的，所以说任何的。 呃，学生，你只要毕业之后你是可以有，那任何专业都是可以的，没有专业限制。所以不管是学什么专业，你毕业之后基本上都会享有这个 PSW 的这个政策。嗯，还有同学问到，所以二零二一年春季毕业的话就没有 PSW 了吗？是这样子没有错，因为它规定是要二零二一年夏天之后才有能享受这个 PSW 政策的优惠。所以如果你是 二零二二一年春天毕业的话，基本上可能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 PSW 政策了。所以你的情况来说，可能会建议你再申请一个二硕，或者是呃申请一个比较长的 degree。那一 again，如果有关于自己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微信私信我们你的问题。好，然后那嗯，因为时间关系，在开放给大家两个问题。嗯、um。 那那种两年学制的 master，对，如果是两年学制的 master，因为我们现在手边有学生，他是今年才入学的，他就是申请两年的 master，那他就是可以享有 PSW 的。嗯，好，Janet，如果我申请了 Gap Year。 二零一二一呃夏天毕业的话就可以享有签证了吗？是的，如果你的毕业时间是在二零二一年夏天之后的话，就是可以的。所以呃，我看到后台还有很多的问题，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如果说呃大家问题还没有详细回答到的，或者是有关于私人的问题，都欢迎加我们微信询问。 那呃，今天很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线上讲座。那以后呢，我们每一呃每一个月都会定期的去更新不同线上讲座的主题，所以大家也可以发我们的公众号。那未来也希望再次呃看到大家的参与。那今天谢谢大家。那呃，英国的同学我们就先说午安。那国内的同学就先说晚安。谢谢大家的参加，拜拜。